对，敌苏，看一下哦。装备如何？敌苏是角胶是钻石的，其他是铁。好扯哦，好扯哦。那我们怎么那么有钱？哇，对啊。可是团团就没什么装备。地表是团团。团团，地表是团团，团只有一件铁装，加铁剑。只是没有捞到岩浆，等下再去捞。啊！吓我一跳，原来是你。哦、对，就这个而已，没有了，这个洞就没东西了。啊，刚刚那个呢？不是那个啊，刚不是还有一个？哦，我帮你烧。那个岔路，那个岔路有岩浆吗？小鱼，哇，这是水哦、喔。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岩浆哦、喔，岩浆很下面才有。啊，我刚该捞个岩浆。里面还有两块铁给你。做个，李叔也被惩罚了。李叔一直在鱼骨哎、欸，只挖一只挖。做剑好了，这样我多一个铁桥、啊。你先做装，你先做装，你不要做武器。可是我只有三个哎、欸，三个都忍啊，忍着忍着，储蓄。往刚刚那边储，那边的山壁着。刚刚的山壁。对。往你脸前的那个高高的干嘛？对，先上去。这边都是那种一格的铁，很缺。对啊，那现在铁都长这样。那除非要挖到矿脉了，不然都是少少。这里吗？来，往前面走，然后右转。哎，是吗？我看一下。哎，没有没有，回头回头回头，过了过了过了。这里抬头。这个吗？头上头上不是抬头抬头头顶。看到看到。多一个两。那你觉得苏霍团可以打吗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团的话感觉会，他只有一件铁衣服。苏的话，他装备有点好。啊。嗯。然后团决心开战。有损三颗星。如果你们要斧头直接打，应该是可以，因为只有一件衣服的话还好。他是在放空看着你。对啊，我也在放空。他没有天明啊，也有发光。哎，底下有绿队，其实也有发光啦，所以都蛮明显的。对，嗯。底下这也是个大洞哎、欸。洞吗？我看一下哦、喔。洞。有铁货、喔。这个洞下来是水，然后就出来了，没东西。没东西。没物件。啊，波波他们也都是靠近的。嗯，啊黑队了哎、欸，黑队，让我看看。还地表，他们物资如何？黑队在地表上。啊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土司喵只有鞋鞋，然后杰克全身装，然后这是谁？那个，孟娜也是全身装。看一下，那你辛苦弄出了帽子了。波波他们是全铁的，他们三个都全铁，因为他们挖到那个大的那个荧光果、荧光莓果的那个很多矿。哦，刚刚看到那地方。对，难怪我想说，那看起来就是被人家挖过了。那、哦、我觉得我们没有啊，你那边没有啊。我们往迪叔那里靠啦，啊，反正团团要打，我们就打团团。好、啊，然后他靠过来。他在往上挖，没有，他往前跑。迪叔在往上挖了。你可以去往他追他吗？没有，就是用走的，看他想干嘛。对啊，你们可以往前往迪叔走，我帮你们看屁股。他绕哎，上面黑色，上面黑色，上面黑色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哦。你们看要不要回头？我不要在中间吧，中间有一点危险。他们只有土司喵没装，其他两个都是全装。那你们看要不要去打团吧？嗯。那我可以赚一件铁衣服。好穷，好惨，好穷啊！好强、啊！我记得对，没有团队伤害，没有团队伤害、哦，所以我们不用怕打到彼此。那就没事。你就慢慢靠近团、欸，不用太累。嗯，慢慢。你现在都活得很惬意，开开心心，这样就好了。团、啊，哦，迪叔搞不好会被黑队先打、哦，因为他们在对啊，他们那样子的位置，
他们在靠近他了，危险了，迪叔，你的钻石脚胶要被偷走了。叔，你在干嘛啊，叔？因为他在逃跑啊，他在地底下逃跑。他在对，他在挖。黑队如果靠近叔，我们要去帮忙啊。他们有在挖叔吗？快到了，有有有，他们在挖他。明白明白，我们靠过去靠过去。帮忙打，这边点一下。他如果可以先摸到土石苗就还好，因为土石苗完我就只有血。等一下我看一下圈。最靠近的是最靠近的黑色杰克。右后方往那里走。对，往山上走。明白，我们现在战略是这样子，反正让他们打，可是我们要帮，可是是最后帮的团团应该是要更先过去帮的，因为他是队友。有他有稍微靠吗？但如果他们露得很白给我们就可以打了，像这个就很白给。对对对，可以先打这个，这个是杰克，他自己一个人。好像他洞在哪？哎，他看到了，他看到了，他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可以打他，可以打他，有干掉。OK OK OK， Nice Nice， 他有一件，他有那个，他有铁装，你可以。哎、欸，他们要开打，他们要打迪叔了，他们要打迪叔了。铁装，铁装，米菲，米菲，米菲，铁装，米菲，铁装。来，我这边扔一个铁衣服。旁边铁装直接穿。迪叔被打死了，迪叔不死。我过去，我过去冲了，我过去冲了。哇，这很远呢、欸。一滴，没有在下面而已，直接往下挖就到了。我怕他们有岩浆桶。然后往前。米菲，你要看一下那个那个团。我在看后面，我在看后面。那需要什么东西？挖不到他们呢、啊。熊猫草都还在外面，我看一下。他如果进来，我跟你们讲，有了到了。哎、欸，不行，圈圈圈圈圈。哦，圈圈圈圈圈圈圈，叠上去，叠上去，直接走。熊猫草在门口，他在门口，往上叠，往上叠。你叠，你叠，你叠，你叠我，你叠我。这样叠不是这样叠。你回，你赶快上出去啊！哇，熊猫草被围起来了，什么都盖不了，什么都盖不了。你叠我，你。你的叠不是这样啊。你挖旁边呢、啊，姐，就是啦，姐，你砍我啊，姐！我真的想你真的是隐藏内鬼。我们刚没事，我们刚刚应该直接挖就算了。嗯，哇，真没看到那个缩圈。嗯、這個，看到来想退来不及了，来不及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你在圈内他就没办法挖任何的东西，所以没办法。对，只要被你看，我们刚刚如果直接出来的话，反正他们也会被毒死在里面。嗯，哎，我也没注意。然后团只剩两颗星。对啊，他是也摔到是不是啊？他应该是刚刚有稍微被夹到，因为他在那边堵你们。他把最外面的入口堵起来，然后直接过去了，别过头了，挖过头了，挖过头了，挖过头了，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这没办法，这也是没办法。绿队欢乐在地底，直接捡了个便宜。对啊，他们挖超开心的。来了，这个人摸一下就死了。来看。没啦！我刚刚水桶应该也可以用水上去，哎，这个太有趣了。我们有一百种离开的方式，结果我们的选择是米菲挡我。米菲太强了，是神队友哎、欸！哎，堵起来了，直接堵起来，太好笑了。没事，是因为那边也说是叠，应该说挖挖挖，先往前挖，先挖一点。欸、我们那个铁都被孟娜偷走了，还有偷我自己挖的，什么偷走我自己挖的，他自己挖的，我自己挖的。其实团团，你刚刚有机会赢的、欸，为什么？刚刚边界超远，超远。他们不上来，他们要跑超远，可是不是准备要限高限低了吗？就是你到、啊、你到地地点之后往下就可以了哦，对，是有机会的，因为那个安全区在对角，他们一定来不及哦，还是有机会，对对，不要放弃、哦，其实你们离很远呢，你看你看这个圈就已经堵死了四个人了，对啊，跑很
你们料塔在哪里啊？就毒死一堆人。我们都死在圈外啊，被毒起来、啊。而且你知道，他们黑队他们想去打迪叔，然后是反而是我们想要去帮迪叔，反而不是团团。很会外面观光，我们去看啊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我那时候还跟米菲讲说，我们先让团团去帮，但是我们就是随后，对，随后去看，然后就没想到团团就绕走。我说不行啊，我们要去帮，因为迪叔有站脚脚，不想给黑队。我想说团团怎么不帮？那我们帮，我们小心团团从后面绕就好。有可能最后也把洞口堵住，对，很聪明，很聪明啊！你知道那时候是因为迪叔被杀死，我想说不行，不能放钻石给那黑队，我要挖，我要挖他们，然后就跑不出来。背叛者好可怜哦，背叛者都超穷的，到底为什么、啊？哪有？杰克也没有。你们都几乎铁装了好吗？我们有人铁装都没有啊。我挖的。我也没有啊，我也只有一个野兄甲。心结，心结。真的假的？他这挖很多了，我都在装满而已啦。装满。挖的。欸、我们刚那超酷的、欸，我开场直接摔下去，他们要去捡我的金头，结果他们开船一下去那一刻的东西消失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一定早就消失了，一定早就消失了。那个金头颅消失，然后小雨一直骗我们下去，我们开船直接下去，下面一堆怪，然后他就说啊，金头颅没了。真的，不是你们开船之前，我还有确认他还在。不要我不要听，我只要没看你的 VOD， 那他的事实就是在于我这里。我等下结束我就传 VOD 给你们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去看我的 VOD， 去看 VOD， 先看我的 VOD， 我就不要。所以小雨是挖到键，挖不是挖到键盘是吗？没有，因为他的键盘按的怪怪的，他就摔。键盘怪怪的，我按着 shift， 他没按，我就摔下去。哇，怎么办、啊？有，这是一个超深的洞窟。小心说话，等下那个又要开启了。肯定的，肯定的，肯定的。哎呀，这一个地图，哎。哎呀，似曾相识的这个地方，哎呀，你可以玩那个决战房间，决战哦，你要那个房间是不是？对，小房间啊，恐怖，小黑屋，所以等下也没有地形优势，没有，他有吧有吧，他是环境的啊。你现在就站在冰上面了。都按你按 F 3就知道了 ，F 3就知道了，对 ，F 3就可以看到了。哦，那我们布置一下场地，我们布置一下场地。肯定把这边炸稀巴烂。哦。要破冰了。那这个人很讨厌呢，这个就是跟宝可梦一样啊，在前面就跟这么大一块是什么？没办法哎、欸，这个直接温度都不一样，温度都温度，人体温度计是不是？隔壁站上去，这个冰块大概大概现在是负五度啊，隔壁三十度，很好喂。我是觉得雪很阴险，哇哇哇哇！你哥哥危险了，危险了，危险了！我先复述一下，复述一下，这是羚羊。谁先点到谁就赢。点到，赢了，哇！我猜的。好，我们的战场，大家想要这样的战场没问题，只是会卡一下，然后等它结束。太卡了，太卡了，这个等一下怪物应该蛮精彩的哦，应该是啦，我不晓得。哎呦，听不到，听不到，都是爆炸声，都是爆炸声。等一下找不到铁，现在肯定找得到铁了。太深了吧？你确定铁没有被炸光的？不会啊，铁很多，铁很多，1.18，什么都不缺，铁最多了。